花经理，辛苦你了。小邓啊，昨天安排啊非常合适。那外语老师啊非常的温柔。那经理，你帮我盖个章呗。怎么了？那实际项目啊，资金盘上百个亿啊，1000亩地啊，它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那好嘛，经理，这我给你写了一本书，你先看一下咯。你要写书啊？那。这什么内容？这是感谢经理对我的照顾嘛。这个呢？这是感谢经理对我的提携嘛。那这个呢？这感谢经理为我们创造美好的家园。这个呢？这个是让经理带我们一起上高速，一起致富。小李啊，你干什么呀？进门都不敲啊！你不是说实习工能给我做吗？小李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赚钱呢，大家一起挣，对吧？你放心，这项目啊，肯定会分一半给你做。好，行，那我们先过去了。经理，什么是一起分呢？小邓啊，人小李也是有安排的，虽然没你这本书的力量，但是也不能不管他噻，是吧？但这个具体怎么分，小邓啊，你是了解我的，咱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呢，都不能利欲熏心。这样子，这1000亩地啊，950亩给你做，剩下的50亩啊，给小李做。好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墨？哦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有墨。那太谢谢经理了哈。谢我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，要谢谢你自己噻，是你通过自己的实力拿到的工程。哎呦我的妈！好的，好，那我先过去了哈。